是吃饭吗？在这干啥？吃饭吗？你吃这玩意能吃饱吗？你来这吃。怎么不能？嗯、要不然这样，你到时候把你姐叫过来，咱们一起。不是，她到底是我姐还是你姐？你姐姐姐姐，你有点那个，我说实话。不是。要不整点？行，你整点，整点呗。你能喝多少钱啊？这个。一直喝。能吗？你能喝我要喝。行。就是。这儿呢。我总觉得很奇怪，你说。这有什么奇怪？行了，不说那个了。我准备一下。不开心的事儿了。没呀，这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就见见你，挺开心的。你不开心？我倒是没有，有点儿，事儿就是小呗。你怎么？我接待。